真正是我的得力小帮手诶，若是无你哦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你敢是想要利用手术，甲我甲林子桃诶面相对换？当然毋是，你会当自由离开遮，去做任何你想要做诶代志。而且这个过程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你孤军奋战，咱强强联手，一定是无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你若真正为了因母阿兄失手，你要等于好好检讨家己，让大家看到你真正悔改啊！你安尼一届过一届跟我抽筋啦，既然这么白吧，那你就莫怪我，我该死。你怎会雄雄决定要去香港啊？加加两三天尔啦，公司处理了我就回来啊。你真正是我的得力小帮手，若是无你哦，我真正不知要安怎。你敢是想要利用手术，甲我甲林子桃的面相对换？当然不是，你会当自由离开这，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代志。而且这个过程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你孤军奋战，咱强强联手，一定是无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这才只拢要等到十八岁了后，才会当传承的。张天蛮早囝才十四岁，根本就唔知影张家到底有啥物天命，还是灵魂。还可能张家我管的法器，啊，你敢有甲处理掉？不过就完全无迄个物件。我只是想要用爸爸的身份，为着这个囡仔付出，就算讲有时间，我就会留落来啦。卖妨碍着课程的进行，把老师派走。姚百三，等一下都给你好看。你的手套啊！不要！哎哎哎！哪里啊？隔热手套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陈东子。林子倩，听开你的小鬼仔卡，就是我头前。你真正为着桂天，我还为你这份数跟我计较？